新剧《至忘了诗的你》20日举办了制作发布会，除了李俊赫、李佑菲、张东英这些高颜值的男女主角，还有喜感十足的 Devcon 也在电视剧中尬一脚。活跃于综艺节目的 Devcon 这回变身演员，在戏中挑战重要角色。他虚心表示，제가전문적으로연기를배워본적이없습니다사실제선생님은그냥푸티비나예뭐다시보기서비스라든가네그런거죠넷플릭스라든지那 Devcon 有没有学习演技的对象啊뭐박보검선배라든지유승원선배의눈빛연기라든지아예그냥그드라마를보면서팬의입장에서이렇게보면서하는거라사실우리시청자여러분들조금만너그럽게봐주신다면무럭무럭좀커가는네그런아이의모습을그런아이의마음가짐으로좀김하려고노력을하고있습니다그래서有点期待 Devcon 的表现呢